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不管是在家里泡咖啡，或者呢是在会议室里面泡茶，这个保温壶可以说是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凉拌哦。今天生活百分百要介绍这款呢，是从德国来的顶级保温壶哦。它不但实用，而且呢它的设计，你看看，可以说是堪称艺术作品哦。你快来瞧一瞧喽！由国内知名保温瓶品牌业者代理百年德国顶级保温壶正式在台湾亮相，为消费市场注入全新饮水体验。优雅的壶身，极简的设计，来自德国的保温壶摇身一变成为居家生活最硬的用品。本来我们集团就是在真空保温杯瓶是全世界知名的领导品牌，那刚好我们新代理的这一个品牌在德国也是非常家喻户晓，而且是非常受到欢迎的这一个品牌。这两个百年品牌的一个结合，一个在真空保温杯瓶，一个在保温壶，那我相信是对大家生活必需品当中是一个加成的这个效果。我们在设计快闪店的时候，我们有考虑到是一个德国百年品牌，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有德国工艺的坚持，可是我们又符合亚洲的消费者的喜好，所以我们会加很多是比较人文、比较适合他家庭的思维，所以我们希望整个设计来讲是有一个家居的感觉，但是在很多细部的地方有德国的精神。来自德国百年品牌的保温壶，每款产品都秉持创新、品质、设计、永续四大元素，体现德国精湛的工艺质感与细腻的美学。我想这个品牌它的一个特色就是它几乎每一款的一个代表作都是跟知名的这个设计师这合作的，而且都得过在全球不管是 IF 或者是其他相关的一个设计奖，都获得非常多的一个殊荣。兼具美学与实用价值的保温壶，除了风靡欧洲市场、广为全球名人使用之外，更拥有德国国宝级保温壶的美誉。好，我跟各位介绍一下最经典这个壶，它被称作是总理壶，因为它是在这个欧洲德国他们在开会招待这个国宾国宴上一定会使用的这个壶。这个壶是非常的经典，是也是跟一个建筑师所合作设计的，因为在它的建筑的一个设计的这个构想当中，它的这个底座它是比较大一点，而且它的外观设计就好像是一个金字塔形一样，所以这一款的一个系列也非常受到欢迎，而且也得过非常多的一个奖项。这一款的这一个壶它有将近20几种颜色，销售了几年当中有一共销售700万只以上，也是最被消费者所使用跟那个喜欢的这一款壶。我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一款叫做 Hotel Design 的这个系列，它主要整只都是这不锈钢，而且在餐厅里面因为它必须这个大量的一个使用，所以它可以全部都放在这个洗碗机里面这个清洗。另外一款我再介绍一下，这个叫做 Google 的系列，所以可以看一看它是一个整个外形是一个球体，因为经过设计师他的一个精算，球体的这一个设计是体积最小，但是里面的一个容量是装到最多，所以这一款的一个非常的颜色非常丰富又精巧，也非常受到这个消费者喜欢。集合经典、设计、实用、畅销、创新之最的五大系列保温壶，不但满足不同消费族群的需求，其专业的双层内胆设计与保温技术，更能保留饮品的最原始风味。这是我们这个总理壶的一个 3D 的这个剖面图，那中间会有一个这玻璃内胆，那玻璃内胆呢，它外层这个地方是镀银的，镀银的让这个温度的这个保持它会更长久。那它在清洗的时候也非常方便，我们只要用一个软的一个刷子这伸进去做一个清洗，这就可以。如果我们的保温壶中间的玻璃内胆它有一些破损的话，我们这个一款是可以做维修更换的。你知道这个转开之后，然后打开之后，中间这一个就是玻璃内胆，然后把这个玻璃内胆这个拿起来，然后我们做一个更换，把新的这放进来，然后再跟它转回去，是非常的方便，在维修上也不用担心说这个有玻璃内胆有一些损坏的时候，然后它没办法使用。我觉得这个品牌它历史悠久。有100多年，尤其在
保温保暖啊、哦、还有它的保鲜方面都带给我生活上的很多的方便。随着现代人对于居家生活品质要求的提升，业者希望将这欧洲顶级具有设计美感的产品介绍给消费大众，带领大家一同体验来自德国的精品工艺，感受优质的享受，为居家增添色彩，令生活更具质感。